这个今天是周二，没什么特别的事儿，但是呢，还是想记录一下，因为今天感觉心情不错，心情好的时候呢，就得赶紧做点事儿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就歇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说点什么呢？八段锦呢，一直是我这些年来坚持下来的一项体育运动。这八段锦呢，实际上是我在5年前打排球的时候，这个两个胳膊都受伤了以后，这边的一个针灸医生告诉我，打这个八段锦呢，会对我这个恢复这个伤呢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就学了这八段锦，哎呀，还别说，还真是这么多年这个打下来的感受呢，就是的确是不一样的。年纪跟我相仿的这些朋友呢，如果有机会能够学这个八段锦呢，还是应该这个学一学。的确对你整个的身体的运行调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。
全部抓握，
今天这心情的确不错。前面录了一段呢，就是今天想说说八段锦。然后我想，哎呀，这也打了这么多年了，我今天呢，看看能不能自己录下来打的这段，正好今天早晨，我每天早晨起来打。做完这个 Randy 的皮筋操以后呢，因为这皮筋操在我的视频里头也有，大家如果想学的话呢，可以去看我的视频。这个皮筋操呢，它就是相对比较用力一点，这个用的这个力量呢，跟这八段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路数，所以感觉呢，这个皮筋操先把自己的这些筋骨呢，用力的些都先拉开了，然后再做这八段锦呢，是因为它是舒展型的，但是练完以后呢，也会这个微汗呀，这种浑身像这个做了一次特全身的按摩一样的舒服的感觉。所以这两个操呢，是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做的。锦呢，它之所以叫锦不叫操，它这区别就在这儿。然后呢，我还打了几年以后呢，写了一个东西。写的这东西呢，就是属于有感而发啊，这就是我写的，我给打出来了，也不长，我就想念给大家听听。我不是医生，但是我知道打嗝放屁很是让人舒服，您说是吧？焕发出精神和力量，体内的杂气可以以放屁、打嗝的方式排出，这时的你真的是感受了生命的再生，打这八段锦就是一种享受。